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一口甜甜桃呀，小铃铛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恐怖解密地图，叫做《探墓惊魂》。嗯，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。好了，咱们先来看一下，这里好像有电话。刚接到考古团队的消息，看来我们需要整理好装备出发了。来吧，看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哎，小手枪，感觉可以自保的时候用用。还有就是咱们每个人只有一条生命啊。嗯。所以看到怪的第一时间得赶紧跑。日志里显示了这座墓穴是500年前的陈家庄墓。我的天，500年前。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哎，穿上了普通的防弹衣。箱子里面空的。最右边这个，点一下。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。看一下这边。我这里都是用微缩做的啊，这些家具。对呀。为人民服务，咱们是警察吗？警察去探墓。走吧。管道。是从这里进去吗？嗯，我的天，就到墓穴口了吗？好像是的。走吧，继续往前走。看起来好像人都不见了。有床，有罐子，这里还有个箱子。看起来很乱。哎，箱子里面有个火折子。等等，这里三具棺材。这口棺材像是从里面搬出来的。这边呢？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这里冷飕飕的。这里看起来很乱。等一下，这个盆栽为什么是血红色的？不知道哎。这里有血迹。好像没有什么重。上面空荡荡的。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了，走吧。天哪，这里冷飕飕的。哎，你人呢？我在这个水上面。水上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这里有具排骨，还有两具棺椁。这里是他们挖的吗？可以捡起来吗？捡不起。看这边。这里有个洞。跳下去吧。哎呦呦，脚崴到了。哎呦。哎呦，咱们应该是应该是在这个墓室里面了。等等，这不是古时候僵尸穿的那种靴子吗？你看这边，是呀，好多金，地上好多金元宝啊。可以捡吗？捡了的话出去就可以卖钱了。这罐子打不开。哎，这里有个箱子，感觉好值钱的样子。金币，6个金币，我拿到6个金币了。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，这水里面也没有。我这里好多符啊，你看到没？贴了好多符。走吧，你要跟上我啊。哥，你当我傻呢？这么深的洞穴真的要跳下去吗？是往下走。等等，这有个八卦，这是八卦镜吗？可以捡起来吗？这东西，哎，这东西可以辟邪的哎，快捡起来，捡起来。捡不起来。那走吧，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这两石下的符被撕掉了。这两边没有东西吧？点灯，后面出现了大洞，被封起来了。移动了。走走走走走，继续往前走。这地上散落的符，可以捡起来吗？捡起来护身也可以啊，捡不起来。贴到屁股，贴到屁股的位置，我老是被偷屁股。这里还有个金元宝，这里有什么？中间有具棺，有具棺材。这里还有一道符贴着，
把这几个灯点，等等，我要你摘下面前的神秘符文。不太好吧，哥哥，我估计不，还是不要摘吧，我们走吧。好像周围没有什么东西，看，先看一下周围。哎呦，什么东西推了我一把。摘吧，摘吧。前面出现了一个洞口，我自由了。咱们两个是放出来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吗？看样子是哦。前面有个箱子，你快跟上。这里为什么不太一样呢？你待在那里看，看我开箱子那里会不会打开。灯吸回魂归，那就意味着箱子里面的东西可能不能拿。拿吧，关灯了，这个，快快快快，走走走走，通道打开了吗？通道打开了，他说别走，我要吃你。哇哇，好像听到了可怕的声音，有什么东西追着我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后面有东西，快点走。什么东西追着我，消失了，刚什么东西追着我，不知道。然后这里中间的蜡烛很奇怪，是要把咱是要咱们把蜡烛给熄灭吗？还是点燃？熄灭看。没关系，不要怕不要怕，他们头上贴着符，他们现在动不了。这不是古代的僵尸吗？我的天。对啊，你看他们的指甲，而且装扮也很像。等等，咱们刚刚进来的那个办公室那个盆栽就是他们的头盔，就是他们的帽子啊。帽子吗？一毛一样的。你还以为是盆栽吗？我还以为是盆栽。这个棺材都打开了，里面都是空的，他们都跑出来了。去附近看一下吧，哥哥。我的天，等一下，我要在这里截张图。蛮壮观的，做的也忒像了。做的好像，真的好像。OK， 走，继续往前走。那个东西不会跟上，不会跟过来吧？没有，没看到了。你刚刚看到它什么样子啊？是不是跟这个僵尸一样的？有点像哦，好像没，我没怎么注意到它，它只是也是放着那个蓝光的。这里又是哪？把这些烛台点亮看。人点灯，鬼吹灯。这里有个水潭，哎，是要从这里跳。你看那里又有一道符，应该是从这里跳下去。有个下水道，这里通向哪里啊？游上去看一下，这里又有一道符，箱子里面有东西。桃木剑。看，哎，这边门开了，专克僵尸的桃木剑，是不是？哥哥，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要拿着桃木剑去刚刚那个地方把那个僵尸给消灭？不知道哎，但这边门开了，但是这边是空的，不能往前走。这里好像是虚空啊。嗯，过去看一下，是虚空没错，是虚空没错。快回来，那就往回走，往回走，要么就是。需要用这个桃木剑把那个僵尸给消灭，是咱们放出来的，咱们要对他们负责啊。这些贴上符的可以不管他。还在附近吗？哎，好像没在了。这放着蓝光，我不敢过去，交给你了。还放着蓝光。他这张地图还没做完，只是进行到了那个第一章。等一下，你去那边碰一下那个箱子。我看一下用这个桃木剑能不能把它。快点，哥哥，我出来了。箱子这边。快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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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后面又来一只。完了。这桃木剑根本就不对，对他们没用啊。是的，我的天，这张地图真的做得太棒了，特别是这僵尸真的是神还原啊。嗯，没错。
来吧来吧，等这张地图那个更新了，咱们再继续玩吧。好了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